我是公关猎特长的113年2月11号后里活在6:40。哇，我现在在内部，哎呦，我傻眼呢，怎么跟台北不一样？6:49，我还说的是3188尺，然后他会折反边那个吧？对啊，他是会折反边。我现在在希拉雅的内部，对吧？3188那个，普悠玛，又来一台普悠玛，哇！我的普悠玛竟然在后里站跑掉，这台普悠玛。哦，132次了。防鸟发车就是香港南港的普悠玛，刚刚那一班是132次普悠玛。哎，我的希拉雅，大意。完蛋了，列车长找不到。所以他们这边都会先关门。等一下，我要在车内等一下哈。88881，我等一下哈。所以最中部的会关门呢。因为我在北部，基本上我们都不关，可能不会关，特别还蛮奇特的。啊，你们都有看到希拉雅彩绘内部，就全部只有一个人在这边，6:52，反正他等下17分就会开车门。傻眼。后里站前还蛮多人在等这一台的吧？嗯，好了，就这样了。反正就是这个内部彩绘，其实也还好，就这样的。希拉雅的彩绘列车，就等一下，再见吧。